像那个老的脾气好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要回家了。很多人都说我像跟以前不一样，男人有韵味，好吧？那有韵味，有韵味，有韵味，有韵味。是把他的水，应该是把他的水往外逼吧？我因为干掉我的应该就是那个老的，像那个老的脾气好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要回家了。回去，你好。回去，你回去。你好，我去。你好，你好，奶哥你怎么？奶哥，奶哥我先跪下。你先跟我讲清楚。刚刚你看到我说你要回家，因为啊，怎么样？因为奶哥啊，奶哥出外，好好讲哦。奶哥，你就在棚里头吃你的花生跟喝茶掉，你出外景跟叫郭台铭来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行吗？我好久没看到他了。没有，你看又发财了啦。没有啦。以前我节目他常上，现在不来了。不是，是你们节目要动脑，我都没脑了。你没脑了？我没脑了，我只想说真的，你讲这个节目没脑。不是，哎呀，他是花甲。花甲啊？那你算什么？我花妈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直以为是少女。就说，哎，你是花姐，我说，哎，怎么会？对啊，怎么会是花姐？是不是？然后他本来不能来的，哦，没有他的，哦，因为那个叫发比欧的老婆突然临盆，昨天晚上见面只有我跟他，对啊，我想，哇，这不得了，这五天拍下来，这五天拍下来会多一个小孩。我那不可能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结扎的部分，所以你放心，你放心。你说多个小孩，多一个小孩，哦，是这个意思，对，小孩。我也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敢跟我发誓？怎么样？我小时候买的第一张专辑，真的是第一张卡带的。哪个？是红鞋女孩。你还我钱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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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觉得不好听还是怎样？为什么要还他钱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很多人都说我像跟以前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有点韵味，男人有韵味，好吧？那有韵味，有韵味，有韵味，有韵味。各位同学不用担心，我们在7点就收工，对对对，然后9点以后才来开工，因为奶哥会在4点。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，你5点半起来了，哇！确定1集100万，6点就要集合，然后呢6点半吃完早餐出发，那么硬，你硬屌死了。特殊关系，哦，特殊关系，老板要打电话，因为奶哥通常4点5点就等什么等什么嘞，等什么？不要担心，奶哥现在脾气也很好。